来到宜兰这天，无论是天气也是空气，拢非常好。眼前这块芋仔田嘛有工课等在进行。花莲农改场兰阳分场的助理研究员林先生，甲农友斗阵来到田地巡巡看看，因为只要水头一放水来，因就要准备放鱼啊落去田水内，开始因的鱼啊甲菜共生计划。像阮即马吼，因为咱鱼啊是放伫这田区，啊，原则上个希望讲迄水是较稳定的时阵，啊，过来因为阮即马拢放迄个推荐的是迄个红泥螺鱼，爱在惊寒。所以讲，安尼综合起来，就变作上好是伫梅雨季的时阵来放鱼啊，啊，差不多就是五月这段时间。阮花莲农改场吼，阮主要负责的是迄个花莲县甲宜兰县这两个县市的一挂种植的辅导的部分。阮主要这几年就针对咱的有机啦，啊，个友善的农业这部分，吼来这足积极来做推广安尼。十年前啦，十年前，阮想咱这个行健专家要开始要做有机的栽培，我拄开始拢是有机的水稻嘛，啊，阮就想讲是毋是会使个生更加种、更加侪种的作物，我阁想讲，其实咱呐，譬如讲有一挂有机的蔬菜啦、啥物货，这拢会使摕入来，啊，阮阁开始去选讲有啥物较适合的作物，啊，其中一个就是咖啡笋。啊！迄当阵佮阮合作的农友来去讨论，发现蚵仔嘛可能会使来试看卖，所以阮即马佮开始针对蚵仔的部分来做试验。今年蚵仔品质可能会佮比顶年佮较赞。正经的其实过拄到一挂问题啦。咱这水产上先拄到的就是福寿螺，福寿螺，我佮开始伫想。有什么方式嘞？使针对福寿螺这个部分来去做防治，啊个豆豆豆豆想，啊个想讲，鱼啊，这可能嘛是一种方式，因为古早个用迄个鱼啊来去迄个水稻的田内底去防治，啊个用鱼啊来甲防治看卖啊。有证明嘅，伊这个螺啊吼，伊会危害到咱迄个嫩芽，迄个叶也变就螺啊食了了。会剩一丛，变作迄个收获量会无好，还收益会无好，哈！啊，鱼啊落，伊螺啊，螺啊拢剩较大粒的，啊，大粒的是负责放迄个、放迄个、放卵、放伫迄个咱的迄个植株皿顶，啊，植株皿顶它在孵化的过程是几天孵化的过程，也孵化成小螺，小螺就掉到水里，啊，那个小螺的部分就成为那个红泥螺鱼啊，也追逐。标的也食物的来源，鱼啊一个类，都开始有效果啊，它就有在抑制的作用啊，所以吼，咱甲清敌啊，咱每一年吼，咱泥车种植作物嘛，泥地会清敌啊，咱发觉田地吼无啥物螺啊，有剩的螺啊拢是差不多一颗都一两百公克那么大一颗，要进去嘛，要去冲了。虽然伤大粒的福寿螺鱼啊无摘掉剥落，不过只的鱼啊会当将福寿螺卵甲肚孵出来的小螺啊当作饲料食掉。时间久来，福寿螺就会愈来愈少。唔呐，将福寿螺对田地的危害降低，鱼啊嘛带来其他的正面效益。咱讲到这个附加的价值啊，咱蚵仔部分甲咖啡笋的部分，咱是伫个摊体伊的成本，啊，过来咱的创造观光。
观光的收益，我拢阿个分咧俩鱼啊哦，因为咱即马拢小农式诶农业农夫，这种模式是真的非常适合。那发觉单一作物它的利润真的很微薄。好啊，我们一直在尝试的多样性，一块产团提三项作物的利润起来给农民啊，这嘛是咱改良场一直要帮助农民的一部分。其实像咱这种鱼啊啦，啊个菜啦，这种共生的方式，原则上就是袂使用药啊，所以阮拢伫迄个有机的产区，也是迄个友善耕作家的产区，甲他使用这个物件。啊，这放鱼啊嘛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鱼啊吼，伊除了帮咱管理福寿螺啦，啊个一寡杂草以外，咱嘛他提伊来做广告。好，譬如讲，咱的消费者来遮看，这鱼啊，伫遐活跳跳，安尼表示咱这拢真清气，无乌白乱用油啊。哦，这嘛是一种广告。阮的这个鱼胶啦，甲迄个鱼育共生这部分，阮是属于较咱农地整合利用的一个方式，就是咱伫一个产区内底，咱会使种，佮会使除了种植以外，佮会使饲鱼啊，好变作一个整合式的方式。啊，这个方式跟一般的鱼菜共生较无同，阮就是一块田内底，同齐有作物啊，内底佫有饲鱼啊，吼啊，所以变作讲，阮伫种这个作物的时阵，第一类伊爱水生的，吼，就是咱的普通的蔬菜惊水的佫袂使，吼啊，所以阮用的就是根会使浸伫水底的这种蔬菜，阮佮会使使用。其实吼，这个物件鱼啊佫较袂去佮食，因为伊的根无伫外口，伊伫土底。咱一般的迄个鱼菜啦，鱼菜共生，迄就是咱水的循环利用这种方式。哦，个咱饲鱼啊的水啊来去迄个灌溉咱的迄个蔬菜这部分。农改场林先生讲，因目前推广的是鱼啊甲作物饲作伙的共生方式，甲一般迄款较注重水的循环利用的鱼菜共生系统是倒位无同。刷落来，咱实际来到新北市，找到鱼菜共生推广协会理事长陈先生的农场，进一步了解。在这里看吼，就是讲一个，那讲较经典的农场的这个做法啦吼，就是讲豆饼家，就是讲咱饲鱼的所在，这个鱼的水呢，对溢流出来吼，对鱼啊桶，对过滤，对这个啊这个发酵桶，啊水就入来这个种菜这个部分吼，这个咱讲的讲水根床的部分，就是这个部分。这个物件会出现吼，其实伊是要解决两个问题啦吼。头一个问题就是讲，咱即马饲鱼来讲吼，咱讲到这个循环水的这个饲鱼，因为咱饲鱼的水内面，伊有一寡因为鱼啊，伊伫个这个呼吸的时吼，伊会排一寡这个氨的这个物件出来吼。啊，佮伊个鱼仔屎、鱼仔尿，伊分解以后，内面拢有足侪即个有机质个物件伫个水内面。哦，所以一般对饲鱼仔人来讲，即个物件是无路用个物件，所以咱透过换水、放水来降低伊个即个浓度。哦，啊，你个鱼仔才袂受到伤害。啊，但是你伫个排水个时、加水个时，即个就是一种个浪费嘛。啊。第二个就是讲，种菜部分，即马即个咱讲的即个化学用化学肥料，即个水晶的部分，啊，即营养液一般用可能用两礼拜、两三礼拜，伊就爱甲伊换掉，伊就搁调新的入来。哦，即个换的即个过程内面，其实嘛是一种的浪费，因为内面其实还搁足多的即个迄个营养来伫内面吼。甲这两项结合的是，就是讲我要甲饲鱼啊。这个无路用的水呢，伊内面的这营养分，我来吼，这个食物去吸收，吼，啊降低伊内面的这个氨氮吼，也这个浓度，甲一寡营养盐的浓度，伫个水晶这个部分呢，我就会当讲免用遐尼多肥料去用我的植物去来种这个菜，吼。这个饲鱼的水里面大概有法度提供到90%的这个营养，哦，这个菜，
啊，这两个结合以外，伊变讲一个生态系统，伊的病害吼，甲这个伊的病害会加真少，嘿啊，种出来的菜嘛较好食，嘿，因为伊较天然。我一般我就会打开，然后看看打气的，看看那个水没有，然后我就把饲料倒进去。经过理事长的说明，咱知影讲，这鱼菜共生系统非常注重水的循环再利用，尤其系统当中需要一种细菌来做过滤，这步真重要。这个消化菌吼，在咱的系统内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菌。咱知影细菌有好诶，有歹吼。啊，这个消化菌是对咱有利的，因为咱饲鱼的水内面吼，伊会排出来一种吼，即氨的这个物件，氨就是咱讲的阿摩尼亚这个物件，这个是一个真毒的物件。啊，这个氨呢，透过这个消化菌呢，来分解这个氨，啊，把这个氨对有毒的这个阿摩尼亚转做亚硝酸盐，啊，再过转做硝酸盐哈，等于伊家有毒的转做无毒的。这个过程里面，所以会当咱这个饲鱼的水里面咧，鱼啊袂讲靠伊家己的水去毒死去，哦，所以这个消化作用里面，这个消化菌是真重要的菌。啊，这个伊是天然的，伊天然的菌，哦，咱其实拢免改添加，本来咱的这个水里面伊就有，啊，所以咱咧做这个系统的时候，就是讲，咱爱提供。有够的，伊的表面积可以大。好，你若讲表面积无够，你饲啊饲足多，安尼系统无法度平衡。鱼啊，对这个有害农药，还是讲对这水质啊歹时，伊足敏感的。你一时啊，这个有毒的药啊，都伊都会死去。所以，你若讲正经要做这个是，你想要加农药都无可能，因为你落去鱼啊，就死去，规个系统都崩起啦吼！在鱼菜共生的系统当中，鱼啊唔呐提供种菜需要的营养来源，取代化学肥料，嘛会当算是无用农药的监督者，所以真侪人会将鱼菜共生的产物看作是一种食了健康的概念。唔呐，政府、民间拢有人在做推广，加上伊的使用空间其实无需要外跨就会当运作啊，所以都市内底嘛有真侪人在做鱼菜共生。城市是台北市政府非常重要的政策，那主要它就是说在原来不排挤原来的使用的机能的情况之下，在公有的闲置土地或者是在建筑物的屋顶从事田园城市，就是从事农耕种植的这件事情，就是台北市呢寸土寸金，那想要一圆都市农夫梦，我们也可以借由就是小小的面积小小的耕作的空间，我们也可以提供就是让我们从事耕作，当我们种自己种自己吃，那就是种的安心也吃的安心。那其实像鱼菜共生就是其中的一个系统，随时都可以自己来采收，然后达到一个就是说又可以很疗愈又很可以很快乐的一个概念这样子。目前市民农园也有18处，那现在面积已经来到了735处，成果可以说是非常的丰硕。那我们也试着打造这个绿色的生活圈的示范区，它多余的可以提供给周边的像食物银行、像老人共餐或者是老人社福团体，可以提供给他们互相资源分享。像我们这个绿屋顶，它非常的不简单，就是说它在总统府的周边，那它非常的多元，然后因为多元，它也可以是永续的成长下去。比如我们可以有鱼菜共生的系统，我们可以养鸡，然后可以有蚯蚓，也可以养蜂。那大家达到这样子一个生态的系统，让我们整个台北市的除了有田园城市以外，也能够更生态。有政府单位的推广宣导，民间的鱼菜共生发展也开始越来越多。20几年前，阮看的是得血癌哈，过身啊。阿里的伊的抗癌过程，一直就是找找迄种无毒农业啦。你多期要找到即个有机的食品吼，实在足艰苦找。啊，有一个机会，拄好我爱饲鱼啊。阿里的
报纸、电视就看到讲，用鱼仔、鱼仔水会使种菜，啊，就开始栽入去啊。一开始是拢家己土法炼钢啦，去看国外影片，啊了后台湾有开始有人成立协会，啊，那个陈登阳理事长啊，啊就去甲伊研究讨论啊，去甲请教。啊！伊个示范农园嘛，互我足惊吓哦。原来会使做甲农场吼，拄好有一顿真好个朋友吼，大家拢有兴趣。啊，佮有上了即块，这是市政府个所在。啊，拄好咱柯市长上任了后咧，吹煞即个屋顶的绿化啊，甲农业都市农业啊，我着甲申请。咁啊，经过两三年个时间奋斗。啊，才有今仔日会当有一片的所在，通好予咱发挥。咱嘛希望讲会当甲在市民吼，甲咱地区上的人会当互动。所以，咱的产出吼，卖甲咱遮附近这里长吼来分享。啊，即卖里长拢有咧推啥迄个共餐嘛吼。除了咱家己食以外，就是爱甲市民分享啊。这是咱的初衷啊，嘛是伊伫咧做的代志。整个的种植过程就是，兼爱顾鱼啊，搁爱顾菜，哦啊，而且你的系统并不是足大个吼，迄个数据管顶铺垫就足大个吼，迄个维持生态平衡，迄是一个真艰苦做会到的代志，但是这嘛是一种趣味啦，啊，你若是参与其中，你当发现伊的奥妙，啊，因为参与鱼菜共生，你就会对生态、对周边的一挂生物，你会较关心。你嘛会较关顾你的生活周边的环境，所以我感觉都市人会当将借着做鱼菜共生这个趣味吼，互伊发现生活中真多伊平常时想袂到、看袂到的代志，这是我感觉这是一种收获啊，啊挫折嘛，建制是辛苦的，啊维护也是需要大家斗相。这鱼菜共生系统看起来简单，实际上的建制却是要经过不断的测试改良，找出最适合家己又阁未突出的运作方式。所以真侪人嘛不断为失败的过程中调整再调整，有趣味嘛有成长，甚至翕影片放伫网络顶端，除了分享因的种菜饲鱼过程，嘛分享技术。Hello， 大家好。大家好。下了一整天的雨，不晓得我们菜有没有受伤呢？不管种的好或不好，我们都会展现出来给各位看。对对，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鱼菜共生这个菜园哈，一草一木哈，啊，各位都是看着它长大的。虹吸中的周围哈，这个都是根啊。那长得密密麻麻的，那因为太大了，所以这个几乎啊都盖满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石子哈，整个全部先挖出来。我第一盖哈拄到这个红丝装的时候，我嘛感觉足神奇的，竟然有一种物件，你要用电伊用从水甲你排掉。哦，我感觉足神奇的，啊，所以我就落去甲做研究。啊，研究我看咧讲，足侪人拢教人用保特瓶来创的，啊，我嘛是照人安尼做。啊，结果做袂稳定啊，袂稳定，我就因为咱有这个背景嘛，吼，咱做园艺的吼，啊，较早阮厝嘛拢做五金建材啊这种方面，啊，所以有这个。过去的经验，所以这种材料不断甲试，啊，试一个规格出来，吼，啊，会用稳定，所以我就做一寡影片，啊，教人安怎做，为这个错误中，吼，学习，吼，我一直改啦，因为拄只一个做无人做的迄个市场吼，所以你一定爱了足侪精神来研究，啊，这我的设备大部分拢我家己研究出来。高地插水的话，是算得较大场的时，可能爱用到迄啦哈。啊，咱一般小家庭的时哈，是用这个红丝装较理想。
啊，其实我较感动的就是哈，就是讲，有一挂朋友哈，啊，一处理哈，有人身体无好，啊，感觉家己一个人当处理，足无聊的，哈，啊，伊会来说来创这个，鱼菜共生这哈，和迄个厝的人用，啊，伊会感觉讲生活较有活力，你知无？啊，饲鱼啊啦，啊种菜啦，因为有的人身体较歹吼，你要叫伊去乌土是足困难的。啊，鱼菜共生就是讲，咱这个台面吼较悬吼，啊，咱年纪大的人，你要跍咧土脚，还是要足困难的。啊，鱼菜共生就是啊无杂草，哦，啊无迄土足重的。啊，所以讲对于这个年纪较大的人是非常适合啦。啊，所以阮就是专门设计一寡适合咱这个家庭吼，迄个小这个迄个阳台吼，会使用安尼就对啦。我拢尽量就是讲第25天的时候爱去开始采收啊。啊，这轮食完搁定种安尼，我是希望讲啊，咱家庭喏。如果要种菜，一个小小的场所吼，咱就用自给自足，你不一定每项菜拢去菜市遐买。我个人是安尼啦，因为算作我鱼也饲少，你知道？因为咱这家庭化的吼，鱼也结果是差不多饲一二十只，结果二三十只。啊，你甲大只鱼也拢有熟悉，你逐工在底下带邓小燕，你才有可能提来吃啊。啊，其实咱大家嘛在讲啊，鱼菜共生吼，这就是请鱼来种菜啊。啊，你无可能将你的迄个农夫甲吃掉啊，唔敢吃啦。无论是小家庭的鱼菜共生，也是大农场、大产地，这鱼啊甲作物因为水来结缘，互相带来好的效益，嘛，互咱人会当食了搁较单纯、搁较健康，无一定爱伫庄卡才有法度种菜兼饲鱼，就算伫个都市内底小小的空间，嘛会当好好啊运用，建立一个循环再利用的自然生态。为透早到暗暝，为过去即马到未来，不管是都市还是庄卡，不管是好天还是歹天，每礼拜五暗时9点到10点，公司台语台台湾艺术部记录台湾事，做会变未来。